怎么办啊？萧氏郭年已经三个月没有什么迹象了，再不想办法的话，这一铺真的要保不住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帮你捡。小心点儿！对不起啊，我赶时间。鲁莽，这个人真是。不好意思啊。那个家伙是故意撞我。偷我钱包还找帮手，小偷站住！喂，喂，你总算接电话了，赶紧回来。大单子，来了个大单子，三小时之内改三件衣服。三小时改完三套，不接。三小时之内赚五千块，你考虑清楚啊。五千块？好，我马上回来。你别着急，老板马上回来。他对我的设计如果有什么不满可以直接说，没有必要在这么重要的场合耍手段。实在不行的话，先联系名气不亚于他的模特或者明星。不行，发布会不能延迟，更不能替换首席模特。现在台下坐的都是时尚杂志社的编辑，还有著名的时尚评论家，如果现在替换模特的话，会引起大家的猜忌。现在时间还够，再等他们。Kevin， 先让其他模特准备。如果开场了许墨尘没有来，把他顺序往后调。那如果到时候他人还不出现呢？他父亲是 DI 的创始人，他一定会出现的。着急，炎夏马上就能回来，三个小时之内改完三套衣服对炎夏来说完全没有问题。你再等等，我再打个电话催一下好吗？喂，你干什么鬼呢？刚回来，大单马上就要飞了，赶快回来。如果 DI 最终属于我，你会留在我身边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再等一下。你终于回来了。不好意思啊，路上有点事耽搁了，我马上帮你量身。哎，不不不，要改的人不是我。你只要按照上面这个尺寸修改就可以了。对不起啊，我家的店只接受本人量体后再做改量，量体裁衣需要最精准的尺寸，不合适的尺寸就算改完也不会完全合身，我要对我的客人负责。请您稍等一下。你弄什么？五千块呀，累死我了。墨尘，需要您进去量一下尺寸。这么麻烦？好，我知道。许墨尘了，你说他戴着口罩是想掩人耳目还是想引人注意啊？需要修改衣服的就是我。量吧。把衣服脱了。
还要脱衣服？不脱衣服怎么凉？哎呀，不就脱个衣服吗？肩宽46，臂长55，手抬起来，量胸围。胸围89。量完了吗？可以了。韦墨辰，你到底在哪儿？文秀，别急啊，离开时不是还有2个小时吗？放心，我会提前赶到的。喂，这位美丽的小姐，原本呢，你有3个小时的修改时间，但因为你的耽误，现在你只有1个半小时的时间，并且修改完这3套衣服送到国际会展中心。不可能，这3件衣服最少需要5个小时。这个我不管，既然你接了这个活，就必须要做到。如果你觉得酬金不够的话，我付你4倍的价格。20000？啊，没问题，1个半小时，4倍价格，就这么说定了。记住你的承诺，请准时送到。帅气啊，我要是有这么个帅气多金的男朋友，那给我多好。废话真多，帮忙。文秀，我知道他是你最好的朋友，从小一起长大，但这不是儿戏。再有5分钟，他再不出现的话就换人。这一场时装秀更不是儿戏，他是 DI 最好的模特，你是 DI 最好的设计师，你们俩缺一不可。还有40分钟，他一定会出现的。还是丁总了解我，我当然不是那么不负责任的人，我可是公司的一份子。样衣呢？我在试穿样衣的时候发现了一点小问题，我可不想搞砸我们才华横溢的美女设计师精心打造的时装秀，所以呢，我找到了补救的最好办法。什么意思啊？找人改了。我怕我人再不来的话，我这个首席模特的位置都会被人替掉，所以我人心过来了，衣服还在修改。别担心，在我出场之前，衣服一定会出现。改衣服？这件是我精心设计的。那些街边小门店的裁缝懂得时尚吗？但是他们的手艺却很精湛呢。我觉得裁缝传承的手艺比工厂的机器更精细，衣服的品质我更看重那些裁缝。墨辰，你就直接把我们的设计交到外面就回来了。有什么问题吗？这个系列的时装是我们首次发表，万一泄露了设计，谁承担责任？哇，我就猜到这是 DI 的时装啊，款式真的不错。哎，别魔咒了，一会儿还得送走呢。但是这些款式我都没有见过。一会儿该不会是今天下午 DI 集团要举行的夏季时装发布秀吧？天哪天哪，刚才那个人18有9就是知名模特许墨辰。你想多了。怎么可能，整个时尚圈的 size都在我这里。眼下咱们这次真的发大了，我要把这些款式拍下来，然后你来制作，我再把这些衣服放到我的网店里去销售。许墨辰同款，这下我们真的赚翻了。你想都别想啊，你想穿什么我可以给你做，但是拿着别人家的东西公然销售就是抄袭盗窃，这是违法的，知道吗？贩卖同款就是违法。那么多网络销售平台上的商家不全都倒闭了？我说不行就是不行，你想都别想。你硬设计绝对不能外泄，如果外泄的话，我们费这么多精力和时间打造的秀就全没用了。两位不必那么担心，公司上市虽然比时装重要，可是在我看来，通过我展示的时装品质更重要。我们品牌有很多时装都是因为做工不良才影响公司的销售量，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公司好，如果真的被剽窃的话，我愿意全权负责。我不管这些，我不想搞砸这场秀。蔡宁，
我们手上应该还有许墨尘 size 的备份吧。那种粗制滥造的衣服我都无法说服自己去穿。那全都是按照你的身材比例设计的，怎么能说是粗制滥造呢？大体也都合身的呀。大体？你这词也太宏观了吧。我觉得你可以缩小到完美合身。行了，你们两个都别吵了。墨尘，我再为你争取点时间，如果发布会开始了你杨毅还没有送到，就听林珊的安排吧，我可不想再出现任何问题。我 OK， 公司的首席设计师你 OK 吗？现在这个点正是高峰期，思琪，我有点来不及了。这有什么好担心的？咱有快递啊。喂，任旭啊，我限你5分钟之内马上赶到消失光年。15分钟，快！没问题。注意安全！从12世纪由英式贵族风格中获取灵感，混合了现代的简约风，重现了昔日的经典系列，跨越时空的复古，穿越现代的超越，见解细腻的绒面外观。温暖柔软的质地在一派奢华中传递着古典的优雅。你们看，在短短的1.5小时之内竟然修改了3套衣服，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我们小店的这个手工工艺啊，绝对是传统的手工工艺，不管是东奈尔那家还是都办那家，我们都能做到比原版还原版，比奢侈品还奢侈品。等一下，马上出来。稍等，小偷，你以为你穿的人模狗样我就不认识你了？不好意思，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我，哎，不要装傻充愣，把钱包还给我。喂，丁总，衣服的来源我找到了，是个网红。网红？对，他大部分的衣服都是在一个叫消逝光年的制衣铺里定制的。我推测他们的那个店铺就是通过网络直播来销售山寨版的服装。店主叫什么？他叫炎夏。然后那个网红聂思琪，他直播过3款修改过的衣服，好像也是跟贵公司有关的。我把截图一块发给你。